道，真的是，是因为宪哥的关系。我是马克，这台机器呢会扫描你的指纹，验证你的身份。一旦按下去之后呢，就代表你同意我们使用你网络上所有的用户资讯、搜寻记录，而且代表你同意我们合约上面235条的规定。但我们有免费的咖啡可以喝。好喝哦！这当然，我煮咖啡的技术可是世界级的，哈哈哈哈。可是，如果喝咖啡都不用钱，那你这间店要靠什么盈利啊？这一点小事不用惊讶，一旦你进到这间咖啡馆呢，你会发现更多惊奇的事，这不是你前所未有的体验哦。这怎么搞得这么复杂？人际关系本来就是这么复杂，你知道。我是收集了各种的大数据，我研究了无数个算式，花了10年的时间，才研究出这一套符合人性的社交技巧。马克，你真的有交过朋友吗？那你整个这样冲上去，啊，所以呢？然后再冲下来。后来呢？然后我就吓哭了，我当下真的是我打死没有要上去，哎，真的。然后我就这样看宪哥，啊，宪哥说什么？因为我知道啊，我们在闲聊，对，我们跟宪哥是我老板，所以我就一直看他，就很一度想向他求救，然后他就跟我对看，他就说：“哎呀，就是录节目就是要开心啊，真的录节目要开心哦。”今天安大明星来一个录节目很开心的梁以晨，欢迎你。嗨，大家好，我是以晨。哎，不好意思，因为我们今天在另外一个现场，所以你没有办法听到那个如雷的掌声，欢迎你。哎，后面的朋友没有在后面，你不要吓我们，后面是空的。我们现在在一个有高度的地方，我们在二楼，而且我今天跟一个女巨人，我忍不住的一直想要垫脚。谁为什么没有帮我准备个垫箱？是我高跟鞋太高了。我觉得你这样子也没有错啦。其实一个漂亮的女生，脚背一定要拉直拉满。是。然后你今天，而且我一定要盛装打扮啊！第一次来到安大明星，我真的不好意思，您这么盛大的在网络上，在各个平台都是女神级的人物。我们今天何其荣幸可以找您来，还好您有个作品，让我们就找到一个理由，让这里的喜欢很多漂亮女神的观众朋友们得以有一天赏心悦目的画面，而不用看到你在像玩很大一般，刚刚在一开始偷偷透露了一些不为人知的工作的辛酸，对背后的小剧场，不要这样子。好，这个以晨之前那个，应该不要说之前啊，其实网络上现在就流行一些新的那个播剧的方式，然后也多了很多的演出平台。你那个叫什么？菲斯布克咖啡馆，对，它就是一个网络剧。其实拍的时候非常开心哎，那所以拍完不开心是这个意思？也不是，不是这么说，是拍的时候喜欢这样，虽然挖洞给人家跳。它虽然是喜剧，可是撇除拍摄的时候，也不是这样的意思。不好意思，怎么了？我今天要绷紧神经。不用不用，你千万不要，你要放轻松，你要用最漂亮的状态，然后在这里好好的那个为我们介绍。而且我们今天非常郑重的，因为制作人本身是你的粉丝，所以他今天为了这个开场，想了3天3夜，他一直跟我说，真的假的？真的。为什么刚刚都没有透露让我知道？他不能说，因为他有太太。
这件事情不可以这样说出来，所以只能藏在心里。然后你看他为你做了这些，因为他刚刚看到我表情超淡定的，不要这样子。陈，那我跟你对一下，等一下的内容。这是一个成熟男人应该有的工作的态度。真的耶，希望等一下结束的时间，你可以为他留下一些合影的。没有问题，可以吗？可以给你握个手吗？现在不要，因为我不想让他入境的意思。我说结束之后，好耶！我跟你讲，林以晨真的很可爱，然后很多人喜欢他。而这个非思不可咖啡馆呢，应该也很多人去看了。可是我们相信有更多人，结果你知道这个平台很多，戏很多，所以也希望就是找到当事人来这个好好介绍一下。今天安安大明星何其荣幸。你看我们为你做的这些，你一个人来要担任这个大使的工作，其实还蛮惊喜的，看到这个开箱文的概念。而且我怎么觉得有一种，因为它好像是蓝色背景，很像来播报新闻。哎，你怎么知道这是一个播新闻的 T 版？快收看七点的。有话好好说，你现在是想要你工作想要跨到新闻的平台吗？因为我好想演女主播。不用想，像有一天我有这个，对，有这个戏我可以演。那待会我们下楼第二 part 开始就让你播新闻。来人啊，先帮我准备两则新闻稿。不要这么说，不会不会，我可以教你，因为本人刚好之前也播过新闻，所以我们可以好好切磋一下。好厉害哦，没有这什么什么好厉害，不要这样子。我觉得来这里有话一定要好好聊。好，然后我们今天要好好介绍你的非思不可咖啡馆。你喜欢的这部戏，他们一直在定位它叫做科幻剧，哎。对，因为其实里面有别于一般的网络剧，它是加了很多特效进去。因为像就是如其名 Facebook 咖啡馆，然后它的咖啡馆就是现在就是社群网站 Facebook 的就是一个拟真化，它就拟真成一个咖啡馆，然后我们就是用变成一个是真实的世界。对，然后里面一些科幻剧情是，比如说想要点赞，例如说我点你赞，然后这时候就会手指就有特效光波，砰，然后你就开心，就会天哪，我被你点赞了，我觉得人生充满了正能量。对，然后还有给我一个蓝勾勾吧。对，还有蓝勾勾也是，然后或是说手上，你手上这样拿出来，你看过那个有一个电影，手上会显示数字，就那个意思，就是例如说我300,000。赞，然后就看我的手就会出现300,000。天哪，他告诉我们他有300,000赞，虽然在最近人家都说没有没有没有30是37。真的想打我？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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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好好相处吧。我懂我懂，你可以教我一下。我真的 Facebook 也是经营了一段时间，就是一直在不到37的状态。那我马上转发你的 Facebook， 这样今天会多几个人，你有信心吗？那里的人都不知道跑去哪里了，不晓得。你帮我发在你的 Instagram 上面，可能还比较好一点。可以啊，可是我 IG 大概是十五万。不要这样子，还是比我弱。那 IG 只有17,000而已。那我帮你发。好，但是我有蓝勾勾。Why？ 你就知道蓝勾勾。你看，你看我蓝勾勾，然后他听到他就对我有一些敬意。你知道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对呀、啊。今天那个好想要蓝勾勾。梁以晨来就是要为我们好好说一些这些事情，他包括当事人的一些想法，而且他变成了一部戏剧之后的一些在里面演出，也把这些这个算是情境都安排在里面。对，来吧，这八个人你好好先跟我们介绍一下，看戏的时候遇见他们，他们在做什么。首先呢就是这一位，你本人。没错，就是我本人。我在里面饰演的角色是艾丽。艾丽，艾丽呢其实主要整个故事的主轴就是环绕在她进入这间咖啡馆之后发生的所有的故事。是，因为她会与每一个咖啡馆里面的人相遇，对，然后产生了一些，例如说友情，友情的火花，甚至是有点暧昧，暧昧的情愫。你直接来，那个暧昧的是哪一个？暧昧就是一个、两个、三个，你认识的哦，林静伦吗？静伦先生，是，对。所以最暧昧的状态演到什么程度？其实我跟也还好，在里面是还蛮那种。还有六块肌，你有看到吗？我还真的有看过哎。在这部戏还是在其他地方？我忘记是因为里面可乐就是那个。俊明跟他很好、哦、然后呢他就会闹他都会拿他的那个广告啊他拍过的那种照片出来、就是秀他的肌肉这样他也没有在客气他 Instagram 上面都有对所以他就是也很容易看到没有在害羞的我懂所以你们在里面有尺度上面的一些其实我们在里面比较那种不是很偶像剧的说什么拥抱牵手、因为是科幻嘛所以你们牵手是有透过一些 CG 跟特效我们没有牵手就是我们顶多是眼神的暧昧的交流然后有发出电流 对就例如说这样对看然后就很会那种我懂我懂所以你经常这个在拍戏过程当中会跟他有一些互动可他他有点冷静其实我一开始看到他的时候会觉得他是不是有点难相处但其实就像他的角色一样里面静茹你很难相处吗
他没有回答我们这个问题。因为青兰其实的确就很像他本人，青兰就是外表冷冷的，然后讲话慢条斯理，对。但其实我觉得他还蛮大男孩的，就是真的跟他相处之后，他内心还蛮可爱的。他有跟你告白吗？我说戏里面，你干嘛突然间，你的眼神跟动作忽然间让我很想打电话给他。不是，是吓我一跳，想说告、里面好像没有，他只有说，例如说我会陪你一起留在这间咖啡馆，有就类似还是有一种类似这种假告白的一种真心话，对，小情愫。其实我觉得这样还蛮可爱，就很像学生时期的那种感觉。嗯，对。对啊。那他的楼下这位。这位哦，怎样？辣妹，她就是看到另外一个强大女人的时候，布兰妮就是 NONO 顾婉瑜饰演，然后她在里面跟我其实原本是好朋友，但是因为她的赞数越来越多之后，就生气了。这就拟真化，就是像 Facebook， 如果你的赞数越来越多，其实你会越想要拥有更多的关注，你会觉得你是王，你是 King。对，然后所以呢，她在里面就因为赞数越来越多，然后被大家捧着，她就越来越傲娇，所以他就把我视为眼中钉。所以艾莉跟布兰妮后来就是不和啊，不和，就是我把他当朋友，可是他就是讨厌我，非丝不和。因为我一进来就夺走了他的一些目光，所以他就很 angry， 动动动，然后就很想除掉我。最后就是我们就大吵一架这样。那艾莉楼下这个是个男孩，对，他是 Timmy， 他是詹伯祥饰演，是他在里面就是。专门去按赞的宅男吗？撩妹王，撩妹王，我只能这么说。他在里面是撩妹王，就是嗨，艾莉，怎样？对，就之类的，要不要跟我喝杯咖啡那一类的？好烂！哎、欸，每一部戏其实都需要这一种角色、欸。我懂，我懂，我懂。就是对，很可爱的。想不到竟然不是林靖伦在撩妹耶、欸，竟然是没有他不会，他其实蛮闷骚的。跟他不熟的话，靖伦闷骚。我们不太，其实我们还没有很熟的时候不太讲话。啊，现在会讲话吗？后来比较熟会啊。其实我们在现场，我跟靖伦还有那个俊明，我们三个最常打打闹闹。对，就有一个新的团体。所以我们都说我们三个是什么三角恋那类的啊，真的很会耶。因为我们就说可乐喜欢青兰啊。我们就会故意说他喜欢他，因为他超爱注意他，很爱闹他、啊。是，好吧，你就这样讲了。那所以可乐到底最后喜欢谁？可乐，你要不要出来解释一下？不用解释，让大家去看啊。就是今天那个以晨来就很重要的嘛，就是也要让那些没看过的人，然后经过你的介绍啊，经过我们在安大明星的那个这一段对话之后，这个节目，然后希望你这一部《非思不可》咖啡馆，有更多人的关注。好，可乐在里面是有气泡的吗？我觉得还蛮好笑的，可以吗？我觉得一个冷幽默 ，OK， 没有他在里面，其实那个可没有他，其实名字我觉得取得还蛮好的，因为他在里面就是也是，跟他不太一样，他是撩妹哦，可是他在里面是那种调皮、很活泼、对什么人他都可以交朋友，是就是他什么人都可以相处，就是网络世界到处去按赞的人，对，是每个人的粉丝，对，然后好奇每个人的隐私，他想探听说，哎，你从哪里来的？八卦站内的概念。就是感觉也是知道蛮多事情的，很会，对，就是网络上很多这种小屁孩，没有，网络上很多肉搜王，对，就是一个这样的概念，对，就是他对什么人都很好奇，什么都想认识这样。他楼上的这个叫，这是王轩，他是乌苏拉，他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角色、欸，说他在里面还蛮疯癫的，就是比较失控的那一种。所以他头发从来没有整齐过嘛，所以给我们一张这样的照片。因为他头发每一次早上起来都要，你知道编排编很久这个辫子、哦，而且都要穿一些比较奇特，然后颜色很跳的布料比较少，对，很跳的衣服。他里面就是失控的，例如说他可能会拿那个棒，就是棒槌殴打别人、是，然后我们就会阻止他。哎呦，对，等等的，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角色、就是、对，一个怪奇的女子，然后也很活泼。她旁边那个男的看起来有点严肃，等一下再说，我跟她有点熟。她很严肃吗？她这个也是那个咖啡馆的灵魂人物，她、啊、就是店长马克，是郑群格演的。先不用理那个店长，那楼下这位怎么那么快跳过他？没有要跳过，我就等一下再讲。好好好，楼下这个是千雅，她是 AB 饰演，然后她在里面其实、也是那种跟可乐我觉得有点像，也是什么事情都是充满了新鲜好奇，然后他是我进来的时候最应该是算蛮快跟我交朋友的人、哦、对，就是像你脸书上面有些人可能说我不好意思跟你交谈，但他是那种说嘿你好我是千雅，嘿你好就那种晨晨主动友善的人，懂，那是真朋友还是假朋友？你说我跟他吗？我说在戏里面，在戏里面真朋友，后来是真朋友，对，我们就一起共患难，真朋友、哦、好，我们今天也没问出什么新的八卦。我们可以来介绍梁振群老师了，对，他看起来就是个国父的概念，而且
你说他长得很正气凛然吗？有啊，他一直都是给我一个这样的形象。欸，他一来，然后他饰演他跟他爸爸的那个样子，真的是。他饰演店长，真的大家就是说，然后每天看到说郑群哥，怎样，就是，被电到吗？他就是大家的男神，是真的。有可能。而且我们有逼问过他喜欢我们就是全部里面的哪一个女生。我想知道。那时候好像我跟王轩还有 AB， 我们三个人就是逼问他，所以他一定讲了那个没有问他的，是这样的。没有，因为刚好 Nono 不在场，后来他就一直不讲不讲，他之后因为我跟王轩站右侧 ，AB 站左侧，然后后来他就说好了，应该就是右边这边。然后 AB 就说郑群哥有点过分呢，对对对。然后后来右边这边还是没有做出一个，开玩笑的啦，因为我们就是很爱闹他，就被我们开玩笑的那种。不会不会，就是拍戏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因为那个工作而结交了新朋友的概念。嗯，我们今天真的对你超大方的，真的吗？因为你就是网络上大家很喜欢的女神，然后我们就想说你有一个作品，也希望借由你这个算是一个导演，然后来帮忙所有的。哎，这是一个开箱文的概念，真的耶！对啊，让还没看过戏的人可以经由你这样子甜美的介绍，然后他们愿意这个花一点时间，才十集嘛，就一下子，实际上追戏也很容易，花一个休假的时间，五一劳动节好不好？在劳动节之前看完，而且是很轻松的喜剧，看完之后可以去你那个脸书上做一些心得的发表嘛？你习惯当然有这种比较严肃的。那个留言吗？我喜欢。其实每一次只要我一个作品出来，我都会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知道你的感想，无论是好是坏的。嗯，我觉得坏的我可以改进，那你好的话，我会觉得是一个动力。所以你喜欢严肃的留言？天哪，你吓到我了，妹妹。严肃的留言是就是多严肃？没有，就是让他们正经八百的说。我告诉你，这个在演技上，我跟你讲，我非常喜欢正经留言。你置顶。好，我非常喜欢专区。五一劳动节之后才下掉，因为我本人自己打就是打字或是喜欢写一些心里的想法的时候，我也是还蛮震惊严肃的。所以你个人也有千头万绪在过生活。对，我个人以前就是很想要当作家，我就是很喜欢打一些文字。你看到这个背板的时候想要当女主播，然后我们讲完到这里的时候，你突然又想要当作家。我等一下到那边去聊，你会有什么心想？有梦最美。我懂，我懂，你会想要选总统吧？我相信最后一定会有一个新的思维出来。这压力太大了。不会啦，哪有知道你突然有一天想要为国争光、为民喉舌都有可能。那我就好好拍一部好戏。当然，然后今天我们还要给你一个非常棒的那个小小的任务。任务，因为你知道你在那个我们知名的节目玩很大里面，实在是有一种无所不能，而且完全不计形象。嗯，所以我们今天觉得，我们都既然在高楼了，就别走楼梯了。别走楼梯，所以要走哪里？然后他们会去借垫子，我们就直接跳下去。开玩笑的啦，走了。我跟你讲，我跟你说，哎，那个我高跟鞋先脱。不要打，你认真呢。我跟你说，我要拉筋，我要拉筋。好好，你先拉筋，但是我们要先那个跟好，我先你。你不觉得我这样？我可是我前你說我最近有上映另一部戏，然后我在里面是演拳击手，我就是直接从楼梯跳下去。我们又可以再请他来一次，因为他有另外一部戏。耶、yeah, ！要开、啊、已经开演了吗？还是正在已经对已经播出了？真的对，正在热映中哦。真的，你要偷说吗？我可以让你偷说。真的吗？有没有关系？拜托大家那么熟，你也算是这个办公室的好朋友了。我们有什么好客气？就是新的网络电影《浪花娇娃》现在在爱奇艺热映中，真的，请大家要支持。那我们下次再以那个《浪花娇娃》的身份再请你来一次。当然好啊，这是我的荣幸。天哪，这个节目都敲不到通告吗？为什么一个人要一直来那么多次？也不是这样讲，喜欢的你们喜欢的人，我们就一直这样来。今天先来谈谈 Facebook。好，但是你要去看我们的办公室吗？哎，好大哦！天哪，你有曾经这样子俯瞰过吗？对啊，这是一个鸟瞰的状态。哎，这种感觉很像那种电影里面会出现，然后我是那种号召司令的。有哈、哦，对，而且你是第一个在这里用这个方式介绍办公室的人，真的假的？当然了，你以为呢？怎么那么荣幸？开什么玩笑？你是好朋友啊，而且你是女神，神都会在比较高的地方开场。千万别这么说，有话好好说，我们往前走。那我都害羞。那你知道我们等一下会在哪里录影吗？等一下，其实我们也在一边就直播嘞、欸。啊，小心地上有线。小心哦。对啊，天哪，你这样走起路来也是慢条斯理，女神一般的像莲步轻移耶。不好意思碰到你的小手背了，我觉得我应该会被网友肉搜。又没关系，我刚刚都碰你的肩膀了。我觉得好。会 delay 你的行程吗？也不会 delay 我的行程，但是你知道、欸、小心哎、欸。哇，天哪，你好贴心，你叫他小心呢、欸。他今天回去应该摄影机都不想要下肩了。真的吗？会笑着睡着吗？也不会，笑着睡着的话，怕他也不是睡得很好。我们要在那里录影。好，哎、欸，这里真的好大哦，好宽敞哦。哎、啊欸，拜托，你看，我们是如同张学友开演唱会一样四面台，哎、欸，挑高哎、欸，挑高，很舒服。想唱歌吗？而且它的配色等，我喜欢这种很整齐的感觉。我真的觉得你好适合来为我们做办公室的一些代言，不然下次我们要征才的时候，你来拍這影片。还是留一个位置给我，我也可以来需要你办公一下。我怕你没有空来，对啊，但你可以来帮忙录一些那个征才影片。
我觉得是蛮好的。我觉得可以。我觉得这里有点危险，小心哦。我觉得你等一下会就是平躺。我觉得我们为了要让他可以安心的工作，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移动到那个地方去。好啊，你有期待吗？沙发区耶。对啊，而且那里有一张好好看的海报，你等一下愿意签名然后送给有在收看的人吗？当然没问题啊。好棒哦，梁以晨要签名耶，你是网络上女神耶，然后今天女神真实的出现在人间，仙气满满。你说从天上下凡那种感觉，我们要准备要到下一个现场去了，所以我们等一下先进一段影片，这是那个 Facebook 里面的一个艾莉的，算是一个完整的角色上面的小预告跟介绍。对，那我们要趁着大概有一分多钟的时间，蹬着你的细跟高跟鞋，所以现在已经要开始要准备了吗？对，我是怕你来不及用走的，拉一下裙子，不要这样子，我们有路好好走。然后我们要准备进影片之后，我们要到那个楼下去了。好。谢谢以晨陪我们在楼上开场，待会儿我们到第二现场开始进去今天的安安大明星，自己介绍一下呢 ，cue 自己的影片，自己 cue 啊，叫什么 cue？ 你就说什么，请看，哎，这么老梗的事你不会做，更加上什么综艺节目？请看 Facebook 艾莉的介绍，好烂哦，好。在这间咖啡馆里，你拥有多少赞，决定了你的地位。欢迎光临，小姐是第一次来吗？请问你们有 menu 吗？不好意思，我们是会员制的，要先加入会员才可以点咖啡。那要怎么加入会员啊？很简单，只要按下这个按钮就可以了。我是马克。恭喜你加入会员，这里是咖啡馆，没错吧？没错，你只要记得这里是一间咖啡馆。告诉你，加入会员是要付出代价的哦。来，我手上怎么有这个？那是每个人的隐私权限，从 level 1到 level 4，总共有四个等级。我才 level 1，就暴露这么多隐私啊！去这个 level 2有什么了不起的？让你见识一下我 level 3的厉害吧！拉手，拉手，裸太多了啦！敢干吗？好像很好玩欸！level 4 level 4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要赞你的。哦，他就是我们全馆赞数最多、美剧排行榜第一名的女王。不然你。应该是啊，非四不可咖啡馆。你拍戏拍了多久？那时候拍了，那时候应该是少一个多月吧。欸，其实没有到一个月，哇，对，应该两三个礼拜吧。有点像美式影集的概念，对不对？对，其实那时候导演就是想要营造出一种就是六人行的感觉，因为刚好就是而且很都就是很有都会感，然后大家都是一些很年轻的样貌，也许就可能很多人真的都是活跃在网络上很知名的艺人，对，然后就集合起来，然后每个人的打扮的风格啊都是对比蛮强烈的。哎，我们现在来到现场，你有想要听掌声吗？可是我不知道他们要不要拍手。谁啊？你说就大家，真假的？你要自己 Q 吗？我可以拥有这个荣幸吗？我没有，你要先你先酝酿一下，让他们有点心理准备，就是他们正在思考到底要不要为你鼓掌。可是万一我这样喊完，然后没有人要理我怎么办？也是要承受啊！你以为每个赞都是一下就有2万吗？就是即使没鼓掌，我也要说谢谢大家。当然，這樣子当然就是说很 gay 班起来，而且还要这样鞠躬道谢，把长辈都一起带出来跟大家。哎，还是我用手机播一个那个鼓掌的声音，就自己藏在背后。好，那你先 Q， 你先 Q 好，我们等一下帮你就是连同罐头跟实体的一起执行。怎么有点心酸呢？不要心酸，人家眼泪有时候也要往肚里吞，千万不要让它流出来。
那你想，我也不知道今天他们有没有要准备拍手的意思，我也好紧张哦。因为大家现在很专心的在做自己的工作，你也知道他们一定要转，不然他如果你来，大家都呈现疯狂的样子，那现在是一个小时都是停班的意思。真的，今天好歹也是就是一个正常的上下班的状态。没错，我们的梁以晨今天来到我们安安大明星的节目现场，如果你们现在手上有空的话，双手借给我们一种掌声，欢迎今天的安安大明星大来宾梁以晨小姐，拍手。哇塞！真的有吧？谢谢，不要客气了。这边都是一些谢谢后面的朋友，你不要这样。这一群拍手最大声的都是那个经营社群的朋友，他们一定很了解你在网络上的实力。哇，好感动哦！一个人怎么可以在网络上红成这个样子？而且零负评他们跟我讲的。真的吗？其实我不太晓得。就是做了，他说他不晓得这件事情，就太做作了。你怎么可能不晓得？不是我不晓得，就是我有看评论，可是我不晓得有到零负评吗？有啦，应该还是有啦。我们就想问你，说有人私讯骂你吗？有人私讯骂我吗？对啊，因为我都相信私讯里面应该有更多不为人知的小秘密。好像没有骂我，但就是顶多可能是你知道说两句，说骚扰类的。好，那些我们就不说了，因为那些有涉及到一些就看你要不要处理的问题。对啊，都去骚扰你，你要原谅他跟对啊。对，那他负能量不就是？但今天那个制作人就说他之前对你很好吧？你看你旁边的小抱枕是长什么？超有心的耶！真的哎，然后给你一个赞，然后旁边还给你一个爱。这个应该是定做的吧？还是外面买得到？应该都买得到，但是他今天真的很有心，他就把他的家当就是，然后还有爱心，就是脸书上面可以点的，而且他还把你海报贴这么美哎！啊，好，你这张海报真的好好看哦。我还有一个笑脸啊，借你啊，借你，都给你，都给你。还有笑脸。对啊，你喜欢赞还是喜欢爱心？如果你今天，其实我不介意耶，只要你有给我一个回应，我都很开心。啊、因为这就是经营，就是你经营你的那个社群网站，就是只想要人家留言。是，对。你的那个开站之后，然后第一次让你印象中去关注，说你到底有现在有多少人在你的那个专业上面平台上留下追踪跟按赞的第一个数字，你还有印象吗？第一个数字什么意思？比方说你现在30几万了嘛、嗯，我说你当时就是一定比较，会在意，对不对？在意战术。对啊，对啊，一开始有认真注意到的那一天是多少人？还是那个，还是应该讲说那个爆红的瞬间是从多少突然跳到多少？哦，我记得，其实我记得有我粉丝团的人数突然爆冲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去上玩很大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回来可能 不到两个礼拜吧、大概10万人，哇塞，直接真的是用爆冲的，玩很大真的好强大、那个节目真的好厉害，就去上过的人就只要在那里不太惹人厌，然后一定会有一种正向对等的数字，好像直接反映在个人的那个平台。而且其实我刚好那一集是有表现到，所以才冲那么快。因为那一集我就是有一个关卡是要在时间内把一颗榴莲吃完，然后当下其实大家都会觉得我好像有包袱，就是不会做这件事情。可是我就很想赢，然后很想要证明说我是没有的。所以就觉得臭也没关系。整个吃到快要你知道反刍，你知道吗？天哪！所以你本身生肖是属牛。没有，我说马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你这样吞那么多、对，所以后来就是眼泪都要流下来了，因为是真的是硬塞，就是对，真的拼命的。然后后来就是刚好网友都会觉得哇，觉得很努力，所以就都来关注我。所以你即将要成为一代综艺女王的那个接班人，也没有啦，就是我是手都伸起来，还会那头会斜斜的拨头发，没有啦，就是认真的，就是录每一个。会啦会啦，因为这个工作一定喜欢这个工作，然后才会进到这个行业里面来嘛。然后所以你就是用最投入的方式完全领偶包，一定要。好酷哦！为什么吃那么多东西身材还这么好？其实我前阵子变胖然后我最近就是靠运动在减肥，但还是有一点肉要，还是有一些肉。运动，对，你们在里面录节目运动量已经很大啦。没有，除了这个，其实私下也要。最近就一直游泳啊，然后爬山、骑脚踏车、跑夜跑。哦，夜跑。我都去，对，去那个公园啊。哦，你是走那个自然的有氧的那种，就是都在空间里面。对，我不会待在健身房的那种。我喜欢户外。这样好像真的比较健康，对不对？有接触到那个自然的那个环境。而且我喜欢晒太阳。可是你很白呼吸分多金，你也没有什么色差。其实我之前去垦丁拍戏的时候晒得超级黑，对，现在就慢慢白回来了。所以你也是那种北霸地的，就是一下子就可以回来那个。但是因为我很爱晒太阳，所以我可能应该不会太白，就还是会维持差不多这种感觉。都可以啦，而且你口就是口条啊、应对啊各方面真的很大气耶。真的吗？有啊，就俨然就是一种
你知道网络女神真的不是浪得虚名。有，我以前是然后朗读演讲比赛的那种。真的吗？来人啊，给我一本小说啊。然后密西科大你要来的是什么？就要感谢我的国小老师啊，他就是会让我参加作文朗读演讲比赛。有，你讲话的声音也真的是，难怪你刚刚想要认真说想要当主播，曾经真的是你的志向吗？还是其实我随口说说？你会觉得啊，主播就是 有一个很专业的形象，然后报一些很重要的社会的大事，然后就觉得哇，好，就很有一个很神圣的样子。所以他曾经有这样想过，还是也还好、啊。但是因为我现在进到演艺圈拍戏，我会觉得那我希望可以接到这个角色，哦、等于说我可以，对，我可以用演员的角色去体验不同的职业，过瘾这样子。对，然后进棚看看人家到底是怎么在那个小耳机那个里面跟你讲说，哎、欸，主播下一条什么什么新闻这样子，是很给拐这些动作，真的，然后是。哦，好，讯号回来了，是导播，或是跟歌手一样，唱一唱就这样子压一下，对，很深情唱，然后这样摸一下，欸、那是个 pose， 那是专业的 pose， 所以就觉得很酷。然后你就这样拍戏都没有办法有这个动作，你很痛苦。对啊，你人生就来人啊，先帮他装一个耳机，他今天想要全场一直摸耳朵。可是拍戏可以又哭又笑，然后你也可以演坏人，也可以演好人，被欺负，就是各种都可以尝试，这是我很喜欢拍戏的原因。感觉上你是一个很那个正能量很多的人，是，但是其实我很想要演。拍杂不？你唔好安尼讲。没有，我很想要尝试这个样子，因为这条路啊，你赶紧行出去。你起码龙天荡回头丢了，安尼是变怎嘞？宪哥干袂欢喜嘞？因为我觉得大家对我的形象或样子，好像都觉得可能甜美，或是就是笑笑的。嗯、甜美是你自己希望的吧？是我自己讲的，是不是？对对，你们没有说吗？啊、不好意思，他说有甜美，有甜美。现在的网络留言都是哇，晨晨好甜美，so sweet， 大概是这样留言。现在目前最多，就是、所以就是会觉得我想要尝试这种形象跳脱出来的感觉。嗯，对啊。好，今天我们那个很用心的，就是依照那个戏里面，就是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网络剧。除了刚刚那个片段之外，我们看到那个以晨特别讲到说，我们做了很多的特效，对，然后上了那些那个，如果没有那些效果，那个戏还真没有一些科幻感，对不对？对，因为其实我们要做一些比较超现实的动作，对、所以加那些特效是蛮加分的。有，然后那个戏里面回到真实生活，然后我们今天就从。我就说他是你的粉丝，他的第一个单元他是很用心，我一定要帮他讲，给你一个赞，这是他现在的这个单元的意思、因为他还去找了说，从你那个被发掘之后，在各个网络平台被讨论到了知名事件或是知名照片、甚至只是一些简单的发文的字句，真的假的？这个也有，好可怕。我就心里想说你怎么可以，那我也很感动、真的。导播来上那个画面给以晨看一下，这是一张什么照片？哦，这个是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在拍 Facebook，然后后来中间那个没有我的戏空档，我就杀去参加一个品牌的活动。哦，但是因为那时候刘海好平哦，怎么会平成这样、啊？不会啊，但很有国际巨星的架势。真的吗？对啊，你俨然就是一个世纪名模哎。就是要营造，就是要营造这种感觉。有啊，你就是嘛，而且我都可以看出来，你那个弯腰的那个腿的那个弯度是有经过你自己设计。你说我回家先测量一下他的那个角度。当然啦，你看你右小腿那个有没有那个右小腿的那个？一定要就是膝盖往前弯出来，但是你左大腿到小腿是直线，因为你知道全身照真的不好拍，所以呢，就是你 pose 跟你的摆的角度一定要非常到位。有，而且你整个这样，虽然脚是有点小小的这样弯曲弓起来，但是你整个上半身是笔直的往前冲啊。而且外套好像用披的，有，就是巨星都是这样子，然后脱下来就是一个露香肩啦，怎么？女生拍这种照片不容易，那你这种照片？应该一下子就赢得很多的赞。其实我忘记这张照片有多少赞，但是我想跟你讲啊，我发现哈、那我自己看，不用了，好累哦，你自己怎么去哪里翻出来啊？因为我发现只要我发这种全身照或者是自拍近照，这个赞数会多很多。真的吗？但是我只要发那种太生活化的，例如说我可能一个侧面而已，或者说我只是运动的，赞数就会变少。所以我觉得他们喜欢你真的用心，好像喜欢看到我清楚的本人跟五官，而且一定要全身哦，就是从头顶到脚尖这样子。半身也可以。然后我记得我有一次只是那个拍一个自拍照，就是我拍戏中间拍一个自拍照，然后只是这样子，就是嘟嘴装可怜这样、好像就一两万。然后我就觉得他们原来是喜欢这个路线的。我们如果拍这种照片贴上去，大概有一两万人会叫我们吓掉吧。
但是不太一样。你说检举吗？检举，检举直接就关闭我们的那个，哦、在那个地方哦。哎、欸，其实我有看到这一个耶，真的、哦。嗯，我知道有人在问这件洋装。是啊，嗯，所以呢，你有告诉你有回答他们问题吗？应该 常有人问你问题吧，他们可能会追出，所以你是一个很带货的人喽。带货是什么？他们就说穿过的东西就会完全就是好像成为一个非常被追逐的那个。哎、欸，其实我没有想到这件洋装会就是这么多人喜欢的，因为毕竟它是黑色，然后是一件很低调的。就是有一点点小设计，你讲了一副你不穿黑色，那你今天穿的这颜色是怎么一回事？不是，我会觉得这个是基本款，不会引起那么多的讨论跟喜爱。它有到基本款吗？我们导播就没有办法穿这件衣服、啊。我等一下带你去见导播。我说女性，我们导播是女的、哦，真的吗？对啊，她藏在那个神秘的空间里面。她在哪儿？她在帮我们 take 这些画面啊、哦，真的、哦。对啊，她也在，她应该现在正在选你的 pose。但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相信那个制作人耳机里面应该有人在说：“叫陈嘉恩不要乱讲话。”你知道她也是一个爱生气的女生。哎、然后这一件我后来除了我有看到这一篇之外，然后后来就有别的粉丝说：“哦、请问这件哪里买？”就是我真的收到蛮多的，会吧？私信都在问。后来我就把那件就是卖出，就是二手卖出去。所以这是你私服哦？对，其实这是我的私服，还 是厂商赞助完就是送给你的？这是我的私服。对，你卖掉就是只是专门 for 就是工作，但是因为我已经穿过了，哦，懂我懂，对，就是一般不太能曝光，而且加上他真的就是，可是我才穿过一两次，身材那么好，他们买回去干嘛？可以，其实还蛮多粉丝会这样，因为可能我们就是现真等于现成的。你有看过在网购上面，然后常 po 那个照片吗？说这是 model 穿的，这是我穿的，你有看过那种？有，有吧？你希望他们 po 出那种？那买家有回应你他自己私服穿上去的照片吗？没有哎、欸，还是他是个男的？没有，不好说。对啊，至少我看到的是女生的。你知道女生的照片没有啊？在 玩那个店玩都是啊，你要取一个什么紫色梦幻，然后就很多人来帮你，结果原来是个壮汉。哎、欸，也好，是因为他会送给他的家人啊，他女朋友啊，没事啊，都愿意好好保存你东西的人都是好人。对，这也是一件还蛮不错的事。真的，看我们可以一张照片聊那么久哎、欸，然后他总共准备五六张哎、欸。现在时间我好想多聊一下哦，多聊啊，我要跟你好好聊、啊，什么都可以聊。你看你这个发型跟今天又不太一样。哎、欸，因为那时候我没有刘海的时候，不觉得我没有刘海比较成熟吗？我觉得你怎样都漂亮，所以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解释一下，女生都很怎么啦？如果我知道啊，那如果香米只能选一位当老婆，选谁比较好？是，你看他纠正我，你看我直接用照片就想要赞美你，他就已经，你看这是制作人的。好，来看一下所有的人选的老婆到底有谁？好，对，没有这样。哦当太太真的假的？是相夫教子那一种，还是说带得出厅堂什么什么那种？我不晓得，但可能是因为我都没有问过他们的意见，你都没有售后服务，话跟只有打电话，所以他们每天哦都会说，就是没有住在爸爸吃饱没？没有没有，他们是桃园人啊！你看你只在桃园就这么辛苦哎、欸，很多人离乡背景更远，对啊，所以我觉得每天联系是一定要，因为我跟我的朋友说，我每天都跟我爸妈讲电话，他们说怎么可能？你每天好，就是一般我相信你是一个孝顺的好女生，因为我对我就是一定会打。就像说爸爸吃饱了没，然后爸爸也会说、啊哦、爸爸就说女儿多喝好水，就是一些很可爱的词。我相信你爸爸应该是希望你可以争取一些厂商的代言，然后或者说我今天你爸爸是蛮懂这个市场对你的定位跟想法、嗯、对，或者说我今天拍了什么东西，我妈超 follow 我的 Facebook， 的妈妈的所以我只要一拍任何照片她就会说这哪里拍的、啊、或者说我今天如果可能刚好穿的比较性感工作上，她就说又没穿衣服他就是会很 follow 我的妈妈都每个细节，不会，妈妈要保护你啊，妈妈应该很喜欢，就是但女儿漂漂亮亮的，她有穿啊，妈妈你误会她了。然后我妈就会给我爸爸看，就可能工作上比较性感的照片，然后爸爸竟然看了就说，然后我妈就说你看你女儿就穿太性感了吧，然后爸就会说不会啊，漂亮啊，拍得漂亮就好啊，他说就是演艺圈就是什么风格都尝试 OK 啊，都会觉得哇，我爸其实很开明的，对，他们都还蛮有啦有啦，妈妈总是有一个妈妈的想法，爸爸有爸爸这个了解市场的思维、嗯、而且女儿这么漂亮是你们的功劳，对啊，然后她长得好是她后天自己修为好，好会讲话、哦、一点点哦，对啊，请给我一个赞助的下一个单元叫做砰砰，她今天我叫很认真直播女王还是什么的，对、欸、你有直播吗？你爱直播吗？其实我偶尔就是会在那个脸书上面直播。那非思不可咖啡馆里面有直播的这个算是一种主题，隐瞒
隐藏在那个戏剧当中的。对，因为其实里面有一个桥段，那个桥段蛮特别的，是里面我第一次尝试直播，因为直播是可以给你是全世界各地的人，是不知道在哪的朋友都可以看得到，然后他们会给你鼓励，甚至可能会就最直接的那种，甚至有些会送你礼物什么什么的，就以直播界这样。那你喜欢在那个地方收到他们很多很多人的那个直接的回应？你说我在戏里吗？没有，说直播的时候。实际对，我希望可以收到很多。他们最多回应不是说叫我吗？对，好多，因为我都觉得叫，然后就整轮叫完，啊、那就没办法聊。不会啊，他们只有等你叫他而已啊，整轮叫完，那时间也过了。对，然后就直播要结束。超棒的啊，当然收到很多爱心。是偶尔会啦，或者说他们很喜欢说，而且我有看过那种很坚持的小孩，就你没有叫他，就一直按重复叫我梁颖成叫我梁颖成叫我，他会洗板哦，他很生气，为什么不理我？为什么不理我？对对对，然后对，然后小朋友都就是网络上朋友都很任性，对，你不爱直播跟爱直播这两件事你更可能趋向哪一个？方向，你说爱直播跟不爱直播，我知道有人真的是不爱直播的啦。其实我是刚好拿捏在一个平衡内。那你常直播吗？我其实不算非常常，啊、但是我觉得偶尔直播的聊天是一种比较怎么讲？如果我觉得我太常直播，他们就会觉得做试调的概念，他们就会觉得直播那很普通啊，就不一定会想要看。哦所以其实偶尔的直播来一下是一个惊喜，他们就觉得哇，这男的你会直播，我要看这种感觉。会哦，真的很会耶！我真的觉得你们这些女明星、啊，刚好把我们想成那样。我懂了。然后刚刚以晨在讲说，其实从小自己包括在说话、口条各方面都其实准备好的，所以你直播其实应该也没有那些说话。好像说不出话来的这种问题，有时候会不小心那个咬字不清，就例如说不会吧，例如说有人说我好喜欢以晨呢，我说我就念他的留言说好喜欢以晨呢，我说以晨是以晨，没关系，有时候卷舌，你可以举一些就是比较经典的例子吗？这个例子刚刚也是太偶包了，这个太偶包吗？当然啦，说哦 man 什么那种才是啊，哦我们要去哪里那种，台湾国语哦，也没有到台湾国语，是不小心是不是会讲是不是？那个还好，那个真的都还好，我个人觉得、啊、那我。没关系啦，我还好、欸、你就开个直播，让我们可以不时的小小听到你出彩，看一下我的球态是不是？哎、欸，我问你哦，那去年那个时候啊，应该不是去年，就这一两年来啊，就是网络上很多那种知名人士就这样啪平地一声雷就这样起来了。嗯，那你觉得就是直播要不要训练啊？直播其实我觉得要哎、欸。啊，你有训练过宪哥会帮你们训练吗？不好意思讲宪哥，对，不会，我跟你讲宪哥，因为他常跟宪哥在，宪哥应该非常照顾你们啦。宪哥都很照顾我们，他是一个非常强大，他是一个非常 free 的人，所以他随便你自己自由发挥、哦。他其实对他其实不是那种说哦，你做这件事情，你前面一定要叭叭叭做一大堆功课，反正他会希望我们是那种随遇而安，随遇而安。对，他就说你就。easy 放轻松嘛，就是你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嗯、或者说你不要局限自己非得要做什么做什么，就是你都去尝试，对，他就是一个很豁达的一个想法，真的。所以那个像你认为我们如果真的要开一个直播的话，一个人自言自语、嗯、最多人会来聆听的可能是什么内容？你说如果我自己哦？对啊，哈，最多人来聆听哦。可是我觉得你开着就只要那边哈，就很多人了哎，你都不用说话，就头低低的、啊、装话哈。哎，我是以晨、啊，今天来跟啊，现在才30个，我们等一下。啊，我知道了，我发现粉丝很希望我回答他的问题，就叫我之外的就回答问题。还有别的，例如说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啊、男生然后如果怎么样的话，好，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男生？你最终于挖洞给自己跳了，那我们没有问，我们也是太不懂事。那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生？哦。我喜欢、嗯、我喜欢幽默的男生，幽默的男生、嗯、有一个具体的样子吗？长相啊或是各方面啊？应该是还蛮多粉丝都知道我有一个就是固定男神，就是彭于晏啊，我最喜欢他那一种型的、哦、哪一种？就是有大男孩的感觉，对，然后感觉很阳光，然后好像很多形容一点，感觉也蛮孝顺的，看他会不会听到，蛮孝顺的啊，对啊、嗯，然后形象很好，很努力，就是看他拍的电影都觉得哦，好猛哦，真的真的，对。然后我们今天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做了这段节目，嗯，其实是以一个就是访问女神的状态。来让你介绍一下你的戏剧，嗯，他帮你准备了很多影片呢。我先来看一段影片，然后准备进入下一个单元，因为下一个单元真的是太好笑了。什么？就是他真的去到那个什么政府单位啊，嗯，去下载一个评量表，哎，哈，等一下再跟你说。
欸，我们有一段影片啦，也是跟你那个 Facebook 咖啡馆 有关系的。好，就先看好了。好啊，看完之后我们再来做等一下那个可爱的游戏。好啊，这游戏很严肃哦。 Really？危险，是宇宙负能量。这都是那个坏女人害的。我害的，都是我害的。你是我的幻想而已。大哥，你怎么可以？你是坏人！将这个旧世界彻底的摧毁。之后，我想成为新世界的神。你的样子。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行不行不行，不可以不可以，你要命中。过来。不可以，起来，不可以，不可以。让我听听你们的心底话。那我们还是报警处理好了。哎，你就算报警找 FBI 都没有用。你有需要什么东西吗？差人送进来给你。是我要哭了是不是？对啊，他是不是去拿什么？就拿进来啊，我们真的是这么 free 的东西。没有啦，你哪里有脸油？你们这些女明星真的很莫名其妙哎！来人啊，先拿一个蛋来吧。因为我是真的脸不容易出油的人哎，每次看那个……哎，你在擦脸的时候，我就突然看到你那个很可爱的一颗痣哎。哎，对你发现了。对啊，而且你故意不遮，然后它长得会遮它，因为它很可爱啊。在这里可以近拍吗？你愿意让他们近拍吗？可以啊，在这里，因为我从来不会遮它。他在那里长得有点可爱，我认真，而且他是两颗，而且刚好笑在我的笑肌这边。对对对，他就在那个。好害羞，好近哦。不会啊，皮肤很好。谢谢。说明这样拍完就有什么美妆品就来找你。可是我常常这样子跟我。有话说。你都吓到我。你警戒心很重、哦。一点点，一点点。为什么这样？你要说什么？就是那时候我跟朋友聊天，然后他们就讲说：“哎，你这边脏脏了，这样抠。”我说：“那是痣。”然后他说：“哦，好。”他说：“那下面那个应该就是也是灰尘了吧？”没有，是两颗，那也是痣。而且他们两个长在一起，然后一大一小，哎。对。你几岁发现的？我小时候就知道了，所以也不太在意它。我不在意，所以我完全不折它。其实蛮可爱的，我觉得好像可以当一个小小的，就是你知道小特色。我懂，我懂，就跟人家喜欢在脸上贴星星一样的意思。这样会太多吗？我讲太多吗？有一点。被嫌弃，我被李晨嫌弃了，我整个人都出镜了。你知道我们今天这个表是从哪里来的吗？从哪？卫生保健组哎、欸，所以是去什么卫福部下载的、哦？教育部哦。哦天啊，我觉得我像今天来做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欸。你知道你的粉丝也是很多，可能都还在学。这就是网路成瘾。对啊，看你有没有网路成瘾，因为你拍的那部戏就是告诉大家，就是现代的文明病啊。其实现在网路成瘾，我觉得。真的是一种无形中侵入每个人的生活，因为你没有手机或者你不上网，你可能就会觉得与世隔绝、你看吧，其实我也会这样子，大家都会啊，因为如果旁边的人正在看东西，然后跟你讲一个，哎、欸，我跟你说刚刚发生什么事情，哪有，我怎么会知道？哦，我看网络的，好，我问我妈妈，你刚刚有看到什么吗？这样子，然后或者说你，或者说你出国可能刚好，哎、欸，那个地方没有收讯或网络，可能去海岛之类的，你就觉得。就是开始好孤单 哦。他有经验，他有去过海岛，就好想知道。我们都从自己行间发现女明星的秘密。上一次去海岛是什么时候？上次去海岛是去年。哦，认真去度那个玩很大吗？还是自己去玩？自己去玩。天哪，你真的很爱晒太阳，还去玩水哦？对，我去过好多海岛，什么冲绳、关岛、宿雾，就是都去深潜啊、潜水、那個。哦，真的，都去晒超黑。运动系女孩、我很喜欢户外，就是各类运动。美女，对，运动爱运动，好酷哦！你愿意做一下网络成瘾的调查吗？可以啊。教育部告诉我们，如果你有以下的几些症状的话，你可能就是需要尽速就医吗？网络成瘾了，但网络成瘾应该没有医院可以。我要念出每一个项目吗？还是我自己选就好？可以啊，因为你声音比较好听，他们应该不希望我念。你就真的觉得声音好听啊、哦？很好听啊、哦，为什么不？真的假的？来，等下猜两张新闻稿过来，等一下给他演主播。好，你会发现上网时间超过原先。你念太快了，可以慢慢念吗，主播？我小时候绕口令王哎、欸。
这、来吧，好吧，那就来个催吐水跟催腿粗的故事吧。因为我讲话很快啦。好，那你来个什么66个梨子们，什么那个66和尚端汤上塔，汤汤好烂，我不要用这个，这个太便宜你了。那什么？那什么66只石狮子什么什么那种的石狮子吧？初一吃素会不会？初一吃素，初二吃素，不要定到初几啊？初一吃素，初二吃素，初你太绝了，乱七八糟来的。山前有个催粗腿，山后有个催腿粗，两人山前来比腿，不知道是催粗腿的腿粗，还是催腿粗的腿粗，什么之类的。Oh my god！ 掌声鼓励。没有没有，你看我们两个都孤掌难鸣，就对方为自己拍手而已。我们活在自己的世界。没关系啊，网络就这样。我先学你的，我在三十。没错，说对了。我在37万的旁边，32000都当成32万了。不要这样，我帮你转发。拜托，看会多，就是让他先跳到35000，我就心满意足了。好。啊，你人好好哦，有一种网络救赎的。那种概念呢、okay ？哎呦天哪！那你要拜托他们帮我按赞的意思吗？可以啊。啊，让你去拜托别人，我怎么好意思？你女神呢、欸？没关系，我等一下那个账户给你，你再会给我。有需要这么见外吗？你就在这楼下，我们再打个电话，就在门口见面就好。有一天呢、啊，就是小明跟小华每天都约在那个家门口碰头。嗯。后来他们就脑震荡。这个冷笑话你没有笑，这前几天我才讲过一次而已。其实蛮可爱的，可爱的小笑话。就碰头啊，对啊。其实我也很多冷笑话、欸，讲一个，可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你可以，有一天呢、啊，小陈跟小安每天都约在家门口碰头，后来他们就脑震荡。就多讲三次，就把名字一直置换掉就可以。小陈跟小宪啊，每天都约在家门口碰头，后来啊。讲三次就不好笑，不好意思。哎，来，我们来做这个。好的，第一题的问题是：你会发现上网的时间超过你原先预计的时间吗 ？Always，Always 吗？对，总是如此。Always. 天哪，一定要做国际观还要回答，那你得了5分了。你会放下应该完成或执行的事情的时间来上网吗？这还好……哎，我会穿插哎、欸，假如今天我在整理房间好了，我觉得收一收，然后滑一下手机。收一收，滑一下手机。所以本来10分钟就可以整理完，就整理了10个小时。对，我就是会喜欢中间留一下。你会忘记去吃饭吗？不会耶。但是吃饭可能其实看一下手机。有，因为我今天中午就跟同事吃饭，然后殊不知同桌的那位美少女还跟我说：“嘉安哥，你吃饭都不滑手机。”我说：“我要赶快把它完成吃完。”然后你看每一桌都在一边吃一边滑，你这样很不时尚。对啊，就很像在配电视的那种概念。有啊，然后他们就觉得我很无聊，然后我一下就吃完了。我觉得你这样很好，其实应该养成这个习惯比较好。也不要啦，因为你不习惯这样做，你还是没有办法。你可能在吃的一直觉得好想要看一下。有啊，他们两个就是啊，然后他们两个吃好久、哦，他那个洋葱煎蛋，然后最后还没有吃完啊，这样会那个消化不良。没有，他就没吃完，他后来选择他是美少女，后来他选择把食物留在厨余桶。好，没事。第二题你还没有回答啦，你会放下执行的事情？就一半，那应该是一半就是常常喽。你对上网的兴奋感，哎呦，是什么问题啊？或期待远胜于其他人际互动哦，就是你喜欢上网胜过你出去跟朋友喝咖啡哦。我喜欢面对面。那在 Facebook 咖啡馆里面是喝咖啡的时候多，还是大家在上网的时候多？你是说戏里还是？当然，我们现在不在打戏吗？终于回到戏的主题。可是其实我们戏里就是拟真话，所以没有分、哦、没有分那个手机时间跟实际时间。对，欸、对，他在里面就完全就是脸书的缩影的。我们每一个互动就像在滑手机的感觉。真的希望今天我这样的跟你的一个对话聊天，你这戏突然间今天回去点阅率再破往前冲哎、欸，因为戏就现在就是这个感觉嘛，就放着大家就会来看、嗯、啊。这一题呢，你本人我喜欢人际互动。因为我很爱出门，那是偶尔还几乎不会，应该就不会了。偶尔而已啦，例如说累了懒得出去，然后就是在、哦、对手机。哇，第四题对大家很重要哦。梁以晨，你会在网络上交新朋友吗？用网络哦，认识网友吗？不然呢？绝对不会，绝对不会。不好意思哦，你们失去了跟他在网络上交朋友的机会。你们都被拒绝了。等一下，我要先讲，比如说今天我在网络上交的这个朋友，但实际上我们在现实生活是会遇到的。但是我们可能在网络上遇到。比方说你不知道他是制作人，然后他突然昨天去带你说我可以跟你做朋友吗？那一种。可是我一定会看他的脸书，我就会知道哦，他也是圈内的人啊。
哦，好吧。对啊，你看这就是脸书的好处，就是你可以调查他的思想。那你今天要记得跟他按加朋友，如果他没有回复你的话，然后我也可以看我们有多少共同朋友，如果是多的话，就可以加一下，因为感觉就是会碰到、啊。天哪，感觉你们应该没有共同的朋友。有吧？好吧，那我们今天晚上再来玩这个游戏。没关系，没有，我还是会加你的。好哟。那接下来再来，你上网会，哎呦，这就是一个网络上霸凌的概念了。你在网络上会被抱怨指责？没有啊，你是零负评女王哎、欸。好像真的蛮少的耶。好啦好啦，就 always 啊，没有、啊。而且假如真的收到的话，我应该会，如果不是事实的话，报警，我会反击。你会报警吗？我是一个侠女，就我有种有一点这种个性，有就站出來說你看起来其实蛮坚强的，什么意思？我好之类的，我好不能想象你这个人。我想到一个事件，例如说我今天 po 了一个关于什么狗狗还是流浪狗虐待狗的东西、哦、我要呼吁大家说请不要这样做、哦、就是要爱护动物、哦、然后就有人回说欸、你这个英文字好像这个打的好像是应该是这个打法吧，他就放错重点、嗯、我就直接回他说你可不可以不要放错重点，但我很少会这样子去回复粉丝，可是我觉得今天这议题很严重，我很想要让你知道，你充满了正能量，没有错，侠女的精神都完全展现出来了。对，所以这种我才会去回复。好啊，对，所以我应该是很少、欸。我个人觉得啊，就是教育部的问题也是蛮多的、欸。我们都把它做完的话，应该已经到八点了吧？就是你知道，这就是一个网络成瘾的评量表，欢迎大家上到教育部的网站。对啊，大家会不会觉得我们好像太认真在做一个什么问卷？我很认真啊，我们也是帮、欸、你不要这样子，说不定哪天我们成为公部门宣传的。活动代言，宣传大使，这样多正向啊！我们经过国家认证、欸、而且要 POS 有啊，而且还经过的那种就是公部门的那个认证，但是要经过安安大明星的认证，一定要有一件事，什么事？来人啊，给我梦想版，女神要来写梦想版哦、喔欸！不要用红笔吧，给她一个蓝笔，她比较想要给你手机。你看这个人，她真的很可爱。蓝笔在我手上，蓝笔在这。不能用红笔写字啊，你忘记了吗？也不能用红笔写写别人的名字、欸、也是你爸爸跟你讲的吗？我忘记，但是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啊。阿冷又把红蓝笔，千万不要自己去剪、欸、天哪，我们要看到女明星剪笔了，而且很真的哎呀，做作剪笔哦，好棒哦，天哪，真的超做作的。拜托了，再剪一次。那是因为我穿裙哎、欸、如果我在家我是超豪迈的那时候。不要啦，你做作一点啦。对啊啊，好做作，好好看哦！我想殴打我自己哦。不会，我好喜欢看这种，就是没有经过设计的画面。做作的 pose， 当然要。那我丢手机，你解锁。好啊，丢远一点。哎、欸，自拍你常做吗？自拍蛮常自拍，可是你知道女生的自拍，你看，说是女生的自拍，我说自己就会先安静。自拍的那个，啊、每次。要不要给我讲啦？好啦，跟你讲啦。你说，没有啦，就是自拍，女生都自拍，跟你讲100张，只会选一张、两张，哦，两张而已哦。天哪，那我们今天要叫你留3张，你要拍到几点啊？对啊，所以其实我现在比较少，就是自拍，我自拍不一定会放，可能自己拍好看，但是我可能会请我的经纪人帮我拍什么哦，我懂，侧拍全身照。天哪，所以我们今天，因为我们这边安大明星帮你发今天来的新闻，就是用你的自拍照，所以它很珍贵耶。天哪，可以上大英博物馆那种概念的。因为我好像真的蛮少放自拍照，都是请人家从旁边。那我们今天有这个荣幸留下你的3张自拍作为发稿的主照片吗？既然是安大明星，那么当然是 yes 咯。哇，我们好荣幸哦。那你可以先写一下梦想的定义吗？哎、欸，说真的，说真的，你从那个网络上就是被大家关注瞩目，然后进了真的到了这个圈子里面来，而且还有这么贵人在照顾提拔，对不对？其实我觉得是、欸，我觉得你的老板真的对你一定很好，你太强大了。因为我真的，我觉得他眼光真好。讲到害羞了，不会啦，真的很谢谢我身边的贵人，就是真的有很多。嗯，大气耶，你真的大气耶。真的吗？嗯，酷炫，而且应该真的是很有一些自己的很那个累积，就是在你以前不是这样身份的时候、嗯、你一定很认真的在生活。你是想要把我逼哭？没有啦，就那种东西讲不了的啊，就聊两句就知道了，而且就真的吗？真的啦，而且你给人感觉就又诚恳，然后就是一个很正面的女生、嗯、不会让人家觉得说好像只是要在这个圈子啊慢慢笑慢慢美貌，然后
我相信就有一天你真的很有自己分量的时候，你应该会真的帮助很多人。你不要哭了，你为什么哭啊？我是认真的在想，我今天跟你第一次初见面 的啊，这边是你刚刚推荐给你，你会比较那个放心。不好意思，我是真的。哎、欸，我是讲我跟你相处这样一个小时的感觉啦，因为 我很喜欢这种，因为我们又不认识，对不对？对，你来之前你也没多知道我是谁啊，就算我们在这栋办公大楼，可能时不时有机会遇上了。因为我就是很对，而且你还对一个，你还对我今天跟你这样聊天也这么的放心，然后你当然我当然也跟你做过一些，就是我们刚刚一些沟通，我就想想，我们都一直在一种那个状态里面，然后让他做到我们之间觉得可以做到最好的那个，感谢你哦，谢谢，真的很棒哎，希望真的有机会看到你有更多的作品啊。真的啦，很感动哦。干嘛这样？认真的啊，有、欸、没有？最近突然有很有期待，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就是莫名最近心里很多感想，怎么了？就是、比較因为像老板要求加薪吗？还是那个约要换新约，然后抽成的爬树要重新调整？没有，就是刚好不知道最近就莫名的，真的。然后，哎呦，你怎么这么棒啊？天哪，都没有什么，每个人都不容易啊，所以大家都。对啦，真的啦，每个人都不容易，但你真的实在是不容易中的不容易耶。我会努力，我现在还不要这样说，我现在还不要这样说，对，还欠缺很多。有有有，我相信当然有，因为你自己希望你自己很强大，所以你一直在找你的欠缺，这种心神真是难得。被了解的感觉真好。我觉得这一幕最后终于来个做作的 pose， 我超喜欢，这才是你嘛？干嘛那么演那么半天啊，真是的，快点啊，到底要不要写梦想版啊？欸、想只要关于梦想的都可以写吗？就是一个追逐梦想的概念啊，或是什么啊？我想到了，说嘛，怎样？还是你等一下再写？我可以现在写啊，好好，还是我可以先分享给大家。你先分享，我们再来留下、那個、跟你说。你说，我要告诉每一个人，不管做什么行业，是，不管你现在离梦想多远、嗯，只要你还走在梦想的路上、嗯，就是最好的前进、嗯啊。那就写这句喽，就是这个，就是你的。这也是我自己鼓励我自己的话。好厉害哦！你看人这样随便信手拈来，就是一句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心情。对，就是、不管多遥远，不管你会不会觉得他会达到，但是你只要一直在朝那个地方走，只要一直走在往梦想的路上，就是最好的前进。对，至少你没有后退，你没有停滞啦。但你别给你别乱啦，呵啦。你真的写吗？阿伯嘞，写起来还要贴那边呢，然后写完节目快要结束了。只要走在离梦想好，不用你想写什么都可以，这是你的墨宝哎。哪天你变成了超级天后的时候，这张可以价值连城哎。谁叫你写过这种东西？你说是不是？真的，真的你有。你说不论现在离梦想多远，只要一直走在像梦想，只要一直走在梦想的路上，就是最好的前进。你好像刚刚是这样说的，对呀、啊。哇，你字怎么这么漂亮啊？有吗？我字很像小孩子。不会啦，我帮你一边拿麦一边说话。好，真的很美哎、欸，跟人一样哎、欸。哎呦，那会讲话哎、欸。好了好了，处女座。错，阿、啊、你耶，你猜，好难猜哦。我觉得你们猜不到，大部分的人都猜不到。前面的后还是后中段的还是后面？你跟我讲这个就好了，拜托。你说什么？就是前段的、中段的、后段。我说以那个时间、月份、尾段的、哦、接近尾。啊，你天蝎的哦？你怎么一猜就中？真的吗？有写是不是？有写啊，有写是不是？真的哈、哦，我有猜对耶。我不是猜的啦，就是，但我无法就是一下子就十二种的猜，但你帮我把它分成几个那个部分，我大概可以有一些想法。可是我有像吗？像，真的假的？像哪部分？睿智犀利。我有犀利吗？有，你有犀利，你的犀利很犀利。哈？对。所以我是个犀利的人。也不是那个意思。但你很犀利，可是我很喜欢我的星座，虽然我的星座很，我相信你很喜欢，很常被大家骂，不会不会，没有人骂这个星座。But、I don't care， 我知道，对啊，我懂，开玩笑的啦，那不是开玩笑，那是真的，我猜对了、哦、啊，你真的猜对，我是天蝎哦，真的，那我有像处女座那么讨人厌吗？其实我还蛮多处女座好朋友的，你们处女座就是一个最棒的星座了，蛮好相处的，好相处哦，好相处，感恩你哦，那我今天就是没有得罪这个天蝎座，不然他就觉得我这样写完。哎、啊，你要签名啊，不然谁知道是你啊？真的很奇怪哎、欸，好凶
哪会啊，就难得可以骂你一下，哪天你变大明星的时候怎么办？三日期吗？好啊，今天是2018年4月25，是不是？今天25吗？还是26？25。天哪、啊，被你这样，就是大家被你迷得一愣一愣。好，再念一次喽。不论现在离梦想多远，只要还走在梦想的路上，就是最好的前进。你看，一个人啊，才出道这样的一段时间，可以写出一些这么有内容的文字，真的吗？跟文句。哎，这张海报你愿意那个留下签名送给安安大明星吗？当然没问题啊，我们会把它送给那个喜欢你的人啦，就让我们来玩个那个小游戏，好啊，好不好？送给他们，你在这里签啦、啊，他们把它固定住了，对啊，签在，要把它给拆了，签在你自己的附近。哎，这张这支笔可以签名吗？是用蓝笔签吗？可以啊，但是它是油性的吧？哦，好酷哦，那好吧。哎，我们这样哈不啷当聊聊聊了，已经聊了1个小时又10分钟了。这么快，我们也没做什么事，时间过这么快，所以自拍自拍先做个样子好了啦，等一下我们再认真拍。可以再聊一个小时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那你先来当这个部门的副总，我就可以再聊一个小时。真的，哎、欸，认真拍一下哦、喔。这是今天那个、欸、要作为最后那个报道。哎呦，好会哦、喔，还用双手扶着手机找最好的光线。所以你是左脸右脸还是零死角？现在人大家都越来越有一种就是无死角的概念。三张，待会再给你检查一下。这个天蝎座的人一定是力求完美，千万不要得罪他。怎样呢？哎、欸、哎，处女座可以用吗？处女座也很孤猫啊。你看，我说你追求完美，你说我孤猫，你看这两个程度真是。刚刚刚刚被剪掉，没事，来不及了。我们就是龟毛，不然怎么样？没有啦，要求完美，这部分我们两个很像。怎么好意思？真的，你女神哎、欸，就是希望把事情做到好。欸、你37万，我32000哎、欸，就算把你分享了没？好嘛，那当然我再给你回报一下效果。好啊，应该是很棒棒。如果有的话，我很开心。真的，嗯、好啦，今天以晨是用这个 Facebook 咖啡馆的女主角的身份来我们的安安大明星、嗯，也让我们就是真的见识到一个在网络上这么大受欢迎的女生，其实是真的有她的原因，而且她是一个很有内涵的人，值得大家一直的喜欢她。然后我们今天好开心哦，就你知道要来这里上节目，总想说要找个名义，不然有点不好意思、嗯。虽然我们今天内容完全也没有帮你宣传到戏，不会啊，不会啊，有啦。好啦，我之后还有别部，真的可以再 再来，那看你要带谁来，就再一起带来。可以啊、还是要自己来也可以，可以都可以啊。对啊对啊，之后八月还有一个电影要上。你现在是告诉我你很忙的意思就对啦、啊。没有，就是说我很乐意来。我懂啊，我懂啊。还是你要发我来闲聊？都可以啊，你愿意吗？就是梁以晨跟闲聊。对啊，安安晨晨闲聊时间。对，今日闲聊。好啊，这样也是一个也是一种态度跟内容。祝福你那个就是工作，就是有更多的那种成长，应该这样讲。嗯，对不对？对，因为顺利是一定的，你这么用心，但是在工作当中能得到成长就不一定了，这要看个人有没有那个意愿跟投入的心智。我真的这样觉得，有人才拍完一部戏就拍完啦，可是有人拍完一部戏就脱胎换骨，或是做完一集节目之后人就不一样了。我希望我是这样子，我讲话就有时候可能难免让你觉得就老派。不会啊，就但其实我们的思维一定是时代当中最中流砥柱的，而且是最应该要被大家认可的。后面的朋友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来，我们不需要。后面到底有什么朋友？哎，后面有摄影师跟导播朋友。好啦，哎、欸，常常在那个玩很大看到你，然后也可以在那个网剧上看到你。然后以晨刚也说后面有很多的作品，然后再有机会，那你有空的时候再好好来跟我们见面，啊、来聊天。今天还开心吗？今天很放松哎、欸，算是认识一个新朋友。以前你也不认识我，嗯嗯，今天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新认识的可以聊天的朋友。我们可以加脸书好友，可以按你赞。怎么人这么好？来按赞，女明星的握手总是这样哦。你要先帮我按第一个赞吗？我等一下再好好跟你讲。哦，好，按赞。我手机不在这啦。下班了。不要这样子啦！哇，好聊，今天聊得那么开心，真的啊！希望那个下一次你带着新作品再来跟我们 玩，而且沙发好舒服哦，还不错吧？对啊，而且还很可以来杯咖啡吗？没有，他是要告诉我们说他坐姿很漂亮，可以拍全景吗？不好意思，对，没有啦，有啦。那讲真的，我在家也不是这样做，脚背拉好啦，直拉满，然后要拍你全景的。我在家一定不是这样做的啊！你害我，你看你害我的脚都弯过来了，真的是很有趣。哎、欸，把我的腿拍得好美哦！
是不是开心哦？有哦，那就在这个美美的 pose 当中跟大家说谢谢跟晚安。哎，晚安，五点说晚安太早了。下午安吗？下午安，然后祝大家晚餐愉快啊！你的爷呀，你看我们就是去吃饭，吃饱一点哦。然后今天安安大明星的好开心，那个怡晨，嗯，虽然是新朋友，必定会是知名的大朋友。谢谢，我们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嗯，谢谢这个能量，我会放在心里面。像你们演那个戏，怎么给人家负能量？我也是有烂勾勾的人。好羡慕哦！你也有吧？你是 IG 有吗？都有哎、欸，我 IG 没有哎、欸、，Why？ 我资深，没有啦，没有。但他们讲的、啊，他们给那个我那时候说，哦，对，那这样子。还是你的 IG 帮我转发一下，是不是我就拥有蓝勾勾了 ？IG 才一万七，被蓝勾勾的人转发哎、欸。可是你有蓝勾勾就已经赢，可是我赢我所有一万七一，你 IG 十几万哎、欸，150几K 哎、欸，可是我还是喜欢蓝勾勾啊。好吧，那我就用蓝勾勾来为你转发一下我的新朋友。那我们今天就互相来为对方做一些无聊的吹捧跟分享，分享的部分。对啊，就是这个环境里面就造就我们新的生活的某种方。怎么了，蓝勾勾怎么了？哦、啊，要进片尾了吗？好好好，哎、欸，我们今天最后还有一段影片。然后就为你的今天带来那段戏，就再 promote 一下，好啊，好不好？就是一个作品，还是希望大家一看再看，认识不一样的梁以晨，在那个玩很大之外，然后在还没看到他新作品之前，有这部网络剧可以好好的跟他相处，是，然后也是他算第一次的比较长篇幅的演出，可以这样说吗？还是第一次演戏？应该是第一部的网络剧。对，之前前面拍的可能有网络电影啊，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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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然后是第一部网络剧，这算是就是比较多篇幅嘛，而且也是第一次尝试，就是比较在里面比较搞笑，然后比较呆萌、放松的，对，就是跟我平常的形象不太一样的，对，嗯，很开心今天认识梁以晨，也希望大家有这样的女神陪伴在你生活当中，每天都有非常愉快的心情。谢谢梁以晨来今天的安安大明星，谢谢谢谢，祝你的所有作品都可以得到更多人喜欢。好，谢谢谢谢以晨，下次见哦，安安大明星，下次见。你要的全都在这里，安安大明星，你要的无限量供应。草莓奶昔，我的最爱。OK， 每次只要蓝勾勾出现，这个咖啡馆就会立即一场风暴点。我说他是，他就是是。Sorry， 你要到了。如果只是一间普通的咖啡馆，根本就不应该有什么推销员出现，除非。背后有什么特别的用意？这是本馆的服务之一，你可以租用代理人呢，去帮你跟你喜欢的对象约会。这样不行吧？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举办直播大赛，冠军的人呢就可以获得我的神秘礼物，那是我一次最厉害、最强大的发明，得到的人就会。天下无敌，哈哈哈哈！总之呢，还在等什么？直播之王的荣耀有可能就是你哦，快来参加吧！耶！再不关掉直播，这一切就太迟了。他的真实身份是正义队长。所以他很容易生气吗？只有一件事情会激怒到他，就是说错话。你就是正义队长吗？我在学校上看过你，只是没想到，真的有人穿超人装走在路上哎！你们太好笑了，好蠢哦！我的天哪！我一直都很不想用这招，但是看样子也没有别的办法。要上大学了吗？大学？从北京的。